应该错过哈。那但是今年我在七月的期间三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推出2024花露露的同乐节。那我们除了有三档非常精彩的来自国内外的售票的厅院内的节目，那贯穿在我们的表演厅还有戏剧院，另外在户外还有多场非常精彩的，除了有可以参与性的这个跳舞的活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欧洲铜管营的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在音乐厅，那另外由周子超老师带领的这个下午的学员们也会在我们的公共钢琴旁边来做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展示，那小朋友们可以参加花露露的唱跳会，还有连续三年来举办的这个花露露的这个足球啊，它也有包含的体验赛和正式赛，那这些都是非常精彩，都每一年大家都非常热烈来响应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和今年看这个高雄市电影馆来合作，来播放这个亲子适合的这个电影。那在这个榕树广场的南侧，非常舒服，然后非常那个叫什么规格非常高的这个放映的这个设备，可以让大家这样在这个很舒服的这个户外的这个环境下来欣赏电影。那另外呢，我们除了有三个花露露的延伸商品之外呢，我们也举办这个花露露的这个市集，还有小老板市集，就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这边感受到开店还有当店长的这个乐趣。那我们一般在做的像比如说探索管风琴或者说导览活动，我们都有特别为了这个小孩子们来安排这个同乐节的限定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准备一些工作方，让民众可以进比较深入去了解我们戏剧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对，我们还有准备了这个，就是小孩子以小孩子为主的这个跟表演艺术相关的这个戏剧营。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演出之后，也安排了一个幕后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演出结束之后，让小孩子可以上到台上，上到后台来看到说，哇，刚刚这个这么精彩的这个表演到底是怎么变得出来的。